哎，等等，干嘛？那个，你刚刚不都拿了婚书吗？不就是张白纸吗？不信你自己看。哎，白纸。我是看你遇到麻烦了，所以才随口撒了个谎。谁要嫁给你这个丢人的家伙？啊？走了。哎，叶爽。叶爽，你别走啊！你刚都公开说要与我成亲了，你怎么能不负责任呢？红衣怎么那么厚脸皮啊？哎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就是又弱小又无助，特别需要你的保护。你要是不管我，他们再来欺负我，我可怎么办呀？那你就被欺负好了，我哪有什么闲工夫管你啊？真的？不然，我跟你去英族。反正元起都能入赘，我更加没问题了。燕爽，嫁给我好不好？我本不想强求，但刚才看到你来，我知道我心里无论如何都放不下你，所以我改主意了。我就是要强求，就是要和你在一起。我已经错过一千年了，我不想再继续错过了。余生的日子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对你好。你认真的？对天发誓，你这是答应了？哦，我的妖后大人！好像啊！哎呀，我你干嘛呀？我都想好了，等我跟你父王提完亲，我们就办一场最盛大的婚礼。压过元启和凤仪那场，妖界有人反对也没关系，我娶的是鹰王，能打，谁不服就过来打一下。就知道打打打，我答应你了吗？这事我做主，就这么定了。时光悠悠，我还在为你说。你们俩怎么？你们在人间不也经常打扰我们吗？走了，你们继续。走吧。你给我站住！